今日介绍橙花精油。橙花精油是由苦橙呢棵树的花萃取出嚟，佢好出名喺美容方面咧就系美白，但系咧佢嘅美白系整体肤色嘅提亮，但系如果用于一啲雀斑或者一啲浅层嘅斑咧，佢个效果就会有比。除咗护肤方面咧，佢对于呢个情绪方面咧个影响都好大嘅。特別出名係抗抑鬱嘅用途啦，好多研究指出咧，一啲有抑鬱症嘅病人聞吸聞咗橙花嘅香氣之後咧，個情緒都會有穩定，感覺到好似翻返去細路仔嗰陣時嘅簡單快樂嗰個時光嘅心情啦。橙花除咗喺護膚情緒嘅方面咧，佢亦都係一個小朋友嘅特別適合嘅精油。例如特別係發燒嘅時候，我哋睇醫生食藥之後，我哋可以用呢個芳療去做一個輔助。咁而橙花酸鹼醇類嘅精油，佢嘅抗菌效果咧都非常之好嘅，温和啦，所以 B B 仔小朋友咧發燒咧就可以成日用到啦。咁點樣用法咧？我哋將橙花1%，即是10毫升植物油，加入2滴嘅即橙花精油，然後按摩喺小朋友嘅手同埋背脊，跟住咧佢會幫助小朋友嘅免疫系統抗菌，而橙花亦有少少清涼作用，所以佢哋喺發燒時候會覺得好舒服，幫助佢哋退燒。